大家好，我是 Herald 的主席 Firefly 班的谭君彤 Jason。 作为 Herald 的主席，我一定会确保我的 Cabinet 上下一心顺利地运作，务求将每一个活动做到最好，令到同学满意。我觉得我自己属于张竹山，属于这间学校，所以我都很想其他同学同我一样有一样的感觉。我们 Herald 也都会聆听同学的意见，务求去改善我们的服务质素。我是 Herald 的 External Vice Chairperson， 我是 5B 班的张海晴。 External Vice Chairperson 这个位置就是主要处理学生会对外的事务的，譬如就有些联校的学术活动，譬如是联校的模拟考试，我就会带领学术部的干事一起 去出去跟其他的内阁开会，去协商一下整个活动的详情的。我是科多的叶永文，我现在是 Herald 的内务副主席。作为一个成功的学生会，我觉得除了校内校外的事都要做得好之外，其实学生会里面的事都很重要，不可以有任何错漏，干宁等等的事都很重要。我会在今年将所有事做到最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Herald 的公关 4B 班的王俊泽 Wallace。作為公關的我，在接下來的一年會盡力改善學生和學生會之間的關係，令到他們的距離更加小，並且我們亦都會聆聽同學的意見，令到學生會更加盡力盡心地服務同學。大家好，我是 Herald 財政 5B 班的黃仲文 Alex。 作為 Herald 的財政，我會務求用最少的支出去搞學生會的每一個活動，令到學生可以過一個充實的校園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 5B 班的林慧欣，我是康樂部幹事。我是 3A 班的呂耀信，是康樂部副幹事。學生會的 image 我印象不是太好，即無論是 外界或者我們自己張竹山的，所以我希望加入新的這個學生會的一份子，去這個改變學生會的 image。 原來我以前都很少活動，給大家一個位置就變 Recreation。大家好，我是 5A 班的盧卓瑩，福利部幹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3D 班的福利部副幹事譚君熙。我們今年會有什麼福利呢？乜都有。RWF 有什麼深刻的印象？水柴灣好像走到有間鋪是只有我自己去拗的，跟住咩？嗰次你俾咗我拗噶嘛？有一次，跟住我行咗埋去，跟住我話：大家好，你好啊，我係張山嘅。跟住佢就咁樣，咁樣拒絕咗我。係，我係外務文書5B 班嘅新朗怡。我係內部文書科 C 班周亮。今年第五年啦，咁其實即係我覺得，當我是屬於呢個群體的時候，我就應該做為呢個群體做多啲嘢，真係咁，係啊，呢個我真心。啊，到你，我要講多次。係呀，拍緊㗎。係啊。我以前都會覺得覺得對嗰啲學生會不滿啦，但係如果淨係覺得不滿就冇乜用啦，咁就不如自己做。咁嗰晚就有人揾咗我做學生會，所以就應承咗。好耶！我係 Herald 嘅宣傳部幹事 5B 班嘅 Sam Tong。我係 Herald 嘅宣傳部副幹事 5B 嘅 Shan。 係啦，我哋就係負責 promote 學生會嘅活動啦，係啦。咁就我哋一直好努力去會拍唔同嘅片啦，咁就去有唔同嘅宣傳品就去介紹翻我哋 Herald， 同埋將我哋去present 俾大家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對我哋印象係最好嘅咁樣。Herald 呢個名咧，其實就係因為Herald 係代表一個先鋒啦，即係喺呢個咁樣嘅時代要一個先鋒去突破咧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
咁而我哋學生會今年呢個內閣咧，就希望係可以扮演到呢一個角色啦，咁就可以帶領大家走在最前。咁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。大家好，我係 Herald 嘅學術部幹事 5B 嘅譚文傑。我係 Herald 嘅學術部副幹事 5B 嘅金彤。咁基本上學術部都係搞一啲有學術性質嘅活動啦。咁歷年嚟學術性質嘅活動一般都係好頹嘅，即係希望我哋今年就可以搞將啲活動搞得豐富啲、有趣啲，吸引更多同學嚟參加啦。然之後從中喺呢一啲活動學習到更多嘅嘢咯。咁今年我哋會搞 DSE sharing 啦、Joint School or Practice 同埋其他好多聯校活動啦。咁我哋希望可以俾同學識多啲其他唔同學校嘅學生，咁同佢哋交流一下啦。咁呢一家學生會咧，咁其實嚟對我嚟講啦，學生會係一個憧憬啦，即係我覺得能夠為同學服務係一個好一件好偉大嘅事啦。咁我覺得加入學生會對我嚟講一個好珍貴嘅機會啦。咁我希望可以為同學服務，即係為全校嘅同學服務，可以令佢哋有一個更加開心嘅校園生活啦。We are Herald. We are Herald. We are Herald.We are Herald, yeah! We are Heral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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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steer the voyage.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.